我的心情免受电脑摇花，伊是做我的帮章，做我的品牌。我的心要瓦克伊来欢喜，因为我免受瓦克伊的姓名。摇花，愿你的主爱临到我，照我所愿望你的。这是咱来读《四道圣经》来告别咱的信仰，《四道圣经》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路巴利亚出世，伫阮叫彼来到人来受苦，定是伊的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他坐伫上帝的上帝大边。伊要变咱来新化活人甲死人，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广大教会圣道相通，做下面用这个话永远的话名，阿门。咱做来祈祷，主必听天父，我要感谢你，你予阮伫旧历年上尾一个主日，阮搁又愿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要只敬拜许多你，我要将阮过去一年会努力，会打拼，无论阮伫家庭、伫工作、伫教会，我拢要献上阮的感谢。感谢阮做无够的，感谢阮努力无够的，拢要恳求主你来赦免，你来庇护，予阮知，阮伫过来新的一年，阮着怎样来努力来打拼。那非常的，阮今仔日伫外面来开户会，那我欲将阮过去一年伫教会的事项、教会活动、所有的支出、所有的计划，拢要摆在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来监察，让我会明白，我的教会需要阮，搁一摆将阮的心情来投入，让阮的教会遮来勇敢，来帮助你来讲，阮是真正的落步，恳求你，让阮伫未来日子。会知怎样来协调助理，来我个助理来赢过遮个。那非常的，我今仔日还要过来选出两位长老。我知，我个教会需要搁济人来服侍你，来管理这间教会，也恳求你，予我今仔日个选举会来顺利，来选出助理教会个工人，你个落户来治理我这间教会，恳求你个信心来引带来带领。让我们在未来日子，拢会以原来我做主力来看赢，让我们祈祷感谢，做主的名来求，阿门。